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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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快来，叫宝宝过来，他宝宝在后面。听到他们妈妈的呼唤，来了，哦，原地起飞。后面还有，怎么还不来？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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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哎，这群小鸡好慌啊，因为最近一直都是散养在外面，很少能摸到它们，所以它们胆子比较小。还吃不吃？肚子不饿，小鸡饲料对它们没有诱惑力了。小鸡饲料不管用，让我弄点虫子攻略一下这群小鸡。鸡鸡，你看，不用去找啦，一大堆，搞一条出来。哎，小鸡自己吃，自助餐。这只小鸡已经吃了三条啦，刚刚倒出来那三条全部都被它啄走了。这还有，我全部倒这里。哎，不倒。看他自己敢不敢来我的兜兜里面啄。小鸡，哎，他一啄了，然后他小伙伴就去追他。看，他啄到两条，哎，他啄到两条，太厉害了。哎，被他小伙伴抢了一条。鸡鸡，你吃不吃啊？主教鸡都不想过来。鸡鸡，你吃不吃啊？吃不吃？咯咯咯！这只就是小公鸡，这只是母鸡，好像是母鸡。二串的那一个宝宝好像也是母鸡，之前看起来它是没有长尾巴，没有长翅膀，然后现在看起来又像是母鸡的样子。之前我还以为只有两只母鸡了，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只有两只小公鸡。哎呀，我也看不准，长大了才知道。啾啾啾，满地跑，啄到了然后就满地跑。这只小鸡又来了，它要来了。鸡鸡，自助餐。慌的一批，这只又像是母鸡。哎，主教鸡，你干嘛打我小咪？小话痨在这里，然后主教鸡刚刚过去打他。这只小公鸡，这只是小公鸡，而且它的尾巴是先长的。就前段时间有两只小鸡，它的尾巴是先长出来的，它是其中一只，但是它是公鸡。我一直以为先长尾巴的就是母鸡呢。倒到地上，哇！快来快来快来！主教鸡一条都不吃，全部都给它的宝宝。看这只小聪明，在原地这里吃多好。像这些啄走了，效率都还没有在现场吃来的要高。主教鸡是帮他们啄死。哎呀，没有啦，没啦，没有了吧？小鸡的反应好快呀！看左边这只应该是母鸡，母鸡的鸡冠没那么红，而且没那么大。还有这只二串的宝宝，之前以为它是公鸡，现在看来应该是一只小母鸡。没这么怕人了。
就在我面前这里晃来晃去。小鸡，散了，散了，没有啦。哎呀，视频看完了，点个赞吧。